也离我们上次表演好像也很久，然后离上一张专辑已经8年了。今天呢，是我们就是第二张专辑的预购的第一天。然后今天预购的朋友啊，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team， 我们有个现场的专辑的小徽章，然后在光和里的摊位在那边，就今天可以预购，然后现场就可以拿到品。而且，你有吗？谢谢谢谢谢谢。然后呢，就是每天前50名预购的朋友呢，你就可以抽 UE 的耳机。我觉得那个耳机是还很棒的品牌，但是今天的已经抽完了，今天3-4点就已经抽完了，所以明天就是想要的朋友赶快去抢前50个预购就有机会，因为明天只有3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首歌《巴士之遥》。Thank you.